北京时间2022年1月1日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观看比赛。本场比赛由辽宁男篮对阵广东男篮，广东辽宁经典一战决战第四节，广东男篮狂飙三分直接拉开比赛，易建联制霸禁区。下面来看看第四节的精彩对决。很小的一个动作，但是裁判还是抓住了。裁判就在眼前啊，是相隔不到2米。失误，广东队是14次，辽宁队10次。这边马上翻身跳投，海南队内线的巴斯回来了，二三，然后韩德君回来了，巴斯敢罚球线，还是更相信内线啊。最困难的时候，希望靠内线解决问题。广东变了个联防，去防你的内线。郝世炎被易建联盖掉，大韩追不上了。对，这球一打进呢，广东队已经领先到10分了。罚球线，看一下赵继伟这球。继伟啊，虽然没投进，但是继伟干了他最应该做的事儿。他看清楚了，因为其实刚才球到刘志轩那儿，刘志轩就该投了，应该投了，都不投，都不投怎么办？因为对方守一个联防，重兵屯于内线，他知道我们上的是内线。对啊，大韩和这个和巴斯在里边，他就是要防我的内线，所以这时候机会出在外线，对方守联防，我必须投。对，继伟做的对，然后投不进。马上，马上收割比赛了。这节广东队投进的第五记三分球。是。辽宁队呢，在这节比赛里边已经第三次进球暂停了。对。打到这个地步呢，也只能讲呢，就是广东是一支人更多、实力更出色的球队，就是这样。就像我们在上半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讲的一样。辽宁队那种极致亢奋的投入状态，在上半场那么出色的气势，从辽宁的人员来说是很难维持到，对，维持到下半场，维持到第三节、第四节末端。这两场开局你能看到郭志强指导我先上一个王化东，什么意思呢？在比赛不紧张的时候，先让他替大韩顶会儿。对。但是打到后边呢，你还是不敢上王化东。对。包括郭旭上来转悠一圈。还是很快拿下来。对啊，那么我重要的这几个人啊，我还是不敢去调他。对啊，那广东就是即便我是在落后11分的情况下，易建联该歇我也歇。对啊，那就是我说白了，这不是说教练员水平比对方高，而是我手里有牌，我有底啊。赵睿的这两记底角的三分啊，第四节上来这两个底角三分是决定性，你回头想这两个底角的三分啊，让辽宁在防守策略上就是非常难受。你不知道防哪儿了？你不知道防哪儿是吧？啊，那么如果没有这两个三分，辽宁就很坚决的，我可以去掐马上。对。啊，往里边收去掐马上，去掐他和易建联的这条线。13分了。赵继伟，进来，好球！今天赵继伟必然是和大哥之间啊有很多照片，对，在大哥面前上篮，在大哥面前封盖掉大哥。赵睿看这三球，赵继伟呢今天已经是拿了17分了，是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应该是11分。嚯，巴斯，哎呦，传得不好，空间太小了。对，一打一，刘志轩只能打了这球，太难了。还点给了大韩。继伟怎么样？赵继伟好球！赵继伟终于续上了他第四个三分。辽宁队太需要这个三分球了。21还在全场的继续夹击。哇！
这球上半场断了，我感觉。刘志军，对，已经一箭步过去了，还是马上和易建联挡拆，马上三分，下半场个个进。六中一之后，马上好像没丢过，对，印象当中三四个了。对，但是广东队现在这个投射的势头啊，很难压下去。是，一个呢是领先的比较多，大家也比较放松了；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段时间，就是每个点都曾经出现过机会，每一次都把握住了，队员信心一下起来了。给了后场，给了广东球。比赛呢还有最后的五分钟，到第四节啊，追分的球队其实辽宁队比较麻烦的一点呢是，哇，易建联顺步突破，造成了八次犯规。这追分的球队你还是要有三分球的，但是辽宁队今天呢除了赵继伟之外，你由谁来投三分球？他没有足够多的投手。对，这是为什么在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当中啊，就是佟明晨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。对，当时佟明晨当当进俩三分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哎，然后佟明晨受伤了，一下受伤之后啊，就加剧了辽宁这个三后卫在场上对空间的拥堵。对，我感觉是不是换分森啊，把巴斯换一下啊，因为呢上了啊，上了是吧，上了。 对， 对，我觉得呢从两方面，第一呢我觉得巴斯体能也下降了。对，刚才这球易建联右手这么一突呢，其实阿联就是走右手，巴斯感觉横移跟不上，最后这下犯规犯得非常狠。嗯，就是感觉有点沮丧。对啊，那么这第一，第二呢就是剩五分钟呢，阿联如果两罚全中呢，十三分球了。嗯，这个时间慢慢不够用了。对，这时候你需要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。对，巴斯呢稳定中规中矩，对，中流砥柱。但是呢你要说干点神奇的事儿，干点混的事儿，没人能想象的事儿呢，哎，还得是史蒂芬森来了，三分，哎呦，进去又出去了，顺筐而出啊。是广东队后两球。阿联第四节这波啊在场上打的时间够长的了。对啊，杜指导前三节给阿联省着使，在第四节连续使用阿联啊，在场上已经是七八分钟时间了。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判罚呀，有一些疑义。是，从底线的角度来看呢，似乎像是易建联碰的球。是，改判，改判前两球。交给远端的赵继伟，分身转身到篮下，好球，真漂亮。对，这个也是极限角度了，极限，他转完之后感觉已经到篮筐后边。对，但是还是身体有力量。哎，差一点这上半场也断了。哎哎，没人管马上啊，好家伙，手起刀落。感觉回头再交流，再交流，再找，马上乐了。但是，没人去看马上，都是体能下降。对，不专注。赵继伟的抛投短了，大家时间上感觉有点不够了。继伟这个抛投不进啊，我感觉是这口气仿佛断了。对。马上给出来易建联，哦，没投。易建联其实，其实不进这步，第一机会更好啊。对，投了。高世言，这球还不投吗？高世言，那这边就是两个人抛，四个人抛的，马上对抛这个分森。哎呦，给大了。对，直接这球给的不好。哎，韩德君正面的突破，好球。就打进呢，广东队是请求了暂停。
时间上还有3分14秒，广东队呢是领先的12分，那对于落后的辽宁队来说呢，就是得有3分球，是非得有转换进攻和3分球，因为广东队这边啊，这马上还没开始呢，这一旦马上开始耗时间模式，对，就让你特别的难受。是，他自己帮帮帮运23秒，最后拔起来，甭管中距离抛投进了，对，你难受不难受？是。